陈晨阳集体包金枪鱼饺子。啊！下去了，这个是金枪鱼可以吃不？你先吃，我们这一口我再吃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尝尝，看看完了。这个金枪鱼是可以刺身的啊。不吃我也会啊。包啊。好了，刚刚包起了小包子。好了，拿个刀切一下。包了。哎呀，哇，这谁包的？ 不嘞，我包了。现在师傅把人家钱都给我包了，包了不好吗？自己肯吃。这样子包，扣钱了。嗯，好的。真的会包？给我再拿一个盘，有没有盘？我说没库存了，没办法。给家人们拿一个盘放这边。多得很，我这会把这个撤了。这么合适？没有，我们不合适。没办法。不不不不，都妈等着吃，一个都等着吃，快跑！赶紧，快点！哎。 不是说你们，我说你们别看了，就你们，你们这些吃货这些，来来来，我也来包。吃货的，代表吃货生鲜。招起来，招起来，招起来！你们有等着吃。我看一下，你们包的怎么样？这个包挺好看呀。这小包子可以啊，根本你包了吗？这不你包了。我包的，是吧？好，这个可以。哎，我可以。一会儿不包，有的别吃。我看你们吃饺子吃腻了，连包点小笼包。谢谢小笼包。迷你米，你们的小笼包。 什么意思？我没干啥。哈哈哈哈哈！包的小笼包，你啥意思？包小笼包，啥意思？你啥意思？我说包的小笼包，你啥意思？哈哈哈哈哈！不，你妈这还得真的？你发他吗？啊，不懂啊？你们俩不要太过分了。那你胸针都能看见了吧？谢谢。我来了。可以。那啥？ 你这个只能蒸，你不要大了，你大了，已经能。下次别老云吞。对，你下次不要吃了吧。把肉放多一点，可以放多一点，反正。多好吃。对，反正肉馅多。太恶心了。现在都不好包。嗯。一个比一个丑，你看。这是真丑啊！不是很丑。这个真的云吞。看一下，这真的。你这到底是啥？云吞，这真的丑，不是这种叫云吞，在广东那边是。叫云吞。 你欺负我们都不是广东人是吧？你这样讲我懂了。我一看到你的衣服就你的衣服，你看，这衣服我洗又买了。不会，真的今天。不便宜啊！我搞得不能播，这太那个了，那是不能咬的。我感觉。不要，穿短袖吧。啊，感冒了这样就。师傅，我跟孙总说，我不怕冷，你们不信。我的妈！刚才拿暖水袋暖手的也是你，师傅。 不行了，这种之内的人都吃，自个儿自己来啊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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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饺子可以搞的，里面放了牛肉的汤。你们要吃过，太没吃。好吃吗？胖不能吃。怎么样？你给你解释呀？我嘴干吃了。怎么样，感觉这个饺子啊？你们都吃了吗？好吃，他们两个最好吃。 卖的就是，但是不是？做好吃，尝一个。对呀，吃什么？对呀，吃。尝一个。这个啊，好吃。那个，随你，吃。来来来，尝一个，尝一个，别人帮你尝一个来。你们都过来尝，都在吃了。师傅走了。嗯。师傅走了。吃饱了吗？我今天晚上直播，我先回去一下，这个我自己已经开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要吃，我回去了。带个回去。 一楼的最好的肉嘛，烂了吗？啊，快点快点！剩下的都第二锅，这个留给你们了。好，那个红薯蛋。好，谢谢师傅，我走了啊，拜拜。来，给你那个，给你那个助理搞一个来。放一起，我弄了。一块。牛肋排，好不好吃？你们随便去问。待会儿呢，刚给七姐装上了，七姐你待会儿开锅的时候有事问你，真是测评一下啊。好的。 我肯定心，点点肉。哇，好巴适哦！志玲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这是什么穿搭？这是时尚街头穿搭风。你确定吗？这衣服没有什么，他的衣服上面是那个法。什么？你懂个球球？他以前是做油漆工的。对对对，你咋知道？你们不知道志玲以前是做油漆工的吗？师傅吃狗肉。
师兄，我忘了我呀，面对这三杯，哎呀，别人吃，我跟师兄师傅得先吃，三十杯也吃一个，小糖糖过来一个来吃，这是不要，这是江鱼，我知道，可以吃的，徒弟肯定是等吃完再吃的，来，伴我成长。哎，这小包子挺好看呀、啊！这小包子可以啊！是捡小笼包，这不是我包子，是小笼包。我一定要，我们明天要吃啊！我买一个包的小笼包给你。老公，你差不多就得了。啥意思？啥意思？包小笼包，你这啥意思？你啥意思？我说包的小笼包给你，你啥意思？你想啥、啊？你妈呀，这个还可以煎吗？你杀他吗？不煎，开始老了吗？你们两个人太逗了。那个水开了没有？水。咋了？哇！这啥？这开始这个只能蒸，找到了吗？在哪儿？哇！啊我水烧好了，放下脚步。名字是吧？小王，小王还真会啊！一口一个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该问你，是碰到了我的。没事没事，别不行。可能有几个男生，我们公司好多人喜欢你，那你几个男生巴不得吃了你的。哪几个男生？哪几个喜欢我？没有啊，是默片啊，一个比一个丑。真不随咱师傅吗？这是真丑啊，不开玩笑，不是很丑。姐姐都是云吞，你看一下这真丑。这到底是啥？云吞真的丑，不是这种，这种叫云吞，但广东人是叫云吞。你别把广东带进来啊！你这样讲我懂了。广东不是这样包的。你要是你这么不讲，我去广州，我看那个，我以为他给我吃。那你家的唠唠到哪了？可以。听他们自己说，我们自己一点一点自己夹，好吧？好吧，我放在旁边，你们自己夹。早点这个，早点这个。不要不要，我姐姐。哎呀，姐姐，我帮你试一下心。好吃不错，再吃好一点。回来烂，烂不烂不要紧。要，来来来，看看看，加不加？哎呀，不错不错，没加好吃了。好吃了。那每个话都像。哇，好有爱哦！看这多大个！多想再和你继续这爱情，不管前途多少风雨。冷不冷？哇，这谁包的？不冷，一个就等着吃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你们包的怎么样。而且小笼包，那不是我包，那是不是小笼包？什么意思？我说包个小笼包，你吃的啥呀？啊，我说你想啥呢？你要捧杀他吗？这个地方。你们开始了都有啥味道？水开了可以下饺子了啊！哎，一个都等着吃，过来吧。不怎么用啊，不是偶尔，偶尔也会用，也会用一点。但我感觉你现在皮肤好了，我们去看你洗漱间吧。我洗漱间没什么，就几个，就一个肥皂。去看。没啥好看的，徒弟。不是，他们都兄弟们都说你皮肤变好了，你去看看吧。你用什么？走。好。师傅，你肥皂呢？你这个不发出去吧？不发，不发，我就自己看。没有肥皂，这就是肥皂。那你这也太多了吧？不多。精华。你哪方啊？这我的最爱。洁面。这是洁面。啊。这也是洁面。你这这。你看我这，你看还有，看这个，这是沐浴露。嗯。你这太精致了啊！可以喜欢身上分享，那肯定想呀。我媳妇见了我就抱我。